life is a hard game, don't you blame. It's your chance to rise your aim. Let your spirit be brave, always fight to hold your name. No matter how bad or rough, you never surrender.交趾，出什么事了吗？哦，我什么事情都没有。看你好像有点不舒服。哦，真的没有，我很好。<笑>那就好。哎，交趾，无声笛，我刚刚改了几处，正想打电话告诉你呢。正好你来了，你看看我改的怎么样？哎，小罗，咱们先不谈这个，走，还是到你的花园。 去过一把拳瘾吧，走，我呢也练练拳脚。好的，走吧。请。交趾，你的脸色不好。来，给你，我先打两拳。 来吧，来吧，我们啊就在这里练。好，来，我先来。哎，怎么样？腿法不错吧？精力不集中，动作就不得要领。哎，再来一次。好，来，交趾，我们再来一次。来，好，来，我开始了啊。交趾，你的心里一定有事，是不是大老板？ 又一次失信了，小罗，你说你改了剧本中的几处对吗？对，我正想征求你的意见呢。但是，我告诉你，李小龙，我要跟你说的是，你什么都可以改，就是有一样你千万不能改。什么不能改？我告诉你什么不能改，无声笛必须到印度去拍摄。 你在开玩笑？我是认真的。为什么？你是知道的，这部戏根本不可能在印度拍的。印度就是印度，而我们中国的故事为什么非要在印度拍摄？我简直不明白。那我就问你，李小龙，你究竟想不想抓住这次机会呢？当然，我当然不愿意失去这次机会，但我也不会放弃我应该坚持的原则。什么是你的原则？无声笛绝不能在印度拍摄。 这就是我的原则，我绝不会改。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要么去印度拍摄，要么取消拍摄计划。哈哈，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交趾，你能告诉我，大老板为什么做出这么愚蠢的决定吗？啊？哎，李小龙啊，李小龙。 放弃你所谓的原则吧，为了你的理想，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没有什么不可以让步的。我们必须去印度拍摄。交趾，与其拍一部失败之作，
我倒是宁愿放弃这样的机会。李小罗，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固执。看来你以前并没有真正的了解我，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我很难说服你，是吧？那你就去说服你的老板吧。我已经试过了，但根本不可能说服威廉。他是一个很顽固的人，你和我。 根本不可能说服他，我们只能服从，别无选择。李小龙，这个你是完全清楚的。也许我能够说服他，我相信，他不至于是一个连故事背景都分不清楚的外行。他让我们去印度拍摄，简直就是一个白痴的决策。啊，你真是既天真又可爱啊！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吧，我。 把大老板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去印度拍摄的背景全都告诉你了。他只是想把公司的一笔钱，大约80万美金的印度卢比，变成胶片。他想做一个尝试。既然这笔钱兑换不成美金，那就只有在印度花掉。李小龙，我现在把大老板所有的秘密都告诉给你了，这下你明白我交织的苦衷了吧？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谢谢你，江直，谢谢你把这一切的真相都告诉了我。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真相，怕伤害你。可是你现在逼着我说实话，小龙，你别难过，这就是好莱坞，你一定要面对现实。真的，小龙，你就面对现实吧。什么面对现实？哼，这他妈的就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骗局，拿一笔兑换不成美金的票子，让我李小龙跑印度做试验，成了。 你们赚钱，败了，你们也不会损失什么。我才不干这种莫名其妙的臭事。我说为什么非得跑印度拍什么中国功夫片？原来，这是拿我的功夫试着玩的把戏。真是没想到，这个混蛋威廉又一次的骗了我。小罗，你听我说，这件事情无论怎么说，对你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你应该明白。 机会，狗屎！你们把我李小龙当成什么了？我是一个乞丐吗？我不需要别人的施舍，我绝不接受这种机会。让好莱坞见鬼去吧！让威廉这个白痴滚他妈的蛋吧！老子受够了，赶快滚！滚！滚！ 乔治，我们的事情结束了，你看看，我马上会答应和香港的合作。哎，小罗，请等一下，请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商量商量。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你打开合同看看，在这份合同上，香港的嘉禾公司全部答应了我近乎苛刻的条件。 诚心诚意地邀请我去主演他们公司的开山作品，而现在我突然明白，在这里签下我的名字，才是我李小龙最明智的选择。哦，小龙，你知道吗？你已经失去理智了。不，我从没有像现在这么清醒。小龙，你和香港的合同不能签。 你要想成为国际影星，只能在好莱坞发展。你要是选择香港的电影圈，你这一辈子只能是一个不入流的电影演员，你明白吗？焦志，你们刚刚的争吵我已经听到了，能听我说吗？啊，当然可以。我知道，小龙心里的确有一个好莱坞的梦想。焦志，当然你也一直想帮着小龙实现这个梦想。可是。
自从那部叫《功夫》的片子开始，小龙他就为实现这个梦想付出很多的努力。但是好莱坞他们又给了小龙什么？《功夫》的主角被调包了，虽然青风侠成功了，可是小龙期待的青风侠续集的计划却被取消了。现在无声敌又根本是一出带着歧视的闹剧，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了解自己的丈夫，好莱坞哪怕是给他一次像样的机会，我相信他都可以做的不比任何一位白人明星逊色。青风侠就是证明。现在我更理解我丈夫此时此刻的心情，我毫不犹豫地支持我丈夫的选择。小龙，让好莱坞见鬼去吧，我陪你回香港。我们的宝贝儿小乐，徐老板你好。哦，对，我跟小龙谈过了，我觉得他对我们的合作很感兴趣，而且他也很感谢我们对他的诚意。不过不巧的是，他手头上现在正好有一部正在筹拍的好莱坞电影。那部电影开拍了吗？好像开拍的日期还没有确定。是这样啊。嗯，你先不要着急回香港，你在好莱坞注意他们的日程。一部电影在正式开机之前，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要是他们改变了计划，也许啊就是我们的机会。嗯，好的，我明白。敏之啊，我想，我是想说，假如这次没有机会，你就把合同向后推迟半年。嗯，我的意思是，唐山大兄必须请到李小龙出演，我们才能开拍。即便是再等个半年，我们也在所不惜。嘉禾影业的开山大作必须得一炮打响。我明白了。喂，老板，还有什么忘了吩咐了吗？哦，小龙是你啊，我还以为是我们老板呢。什么？真的？那好，我马上到你家去。好的好的，一会儿见啊。哎呀，拒绝了，他居然拒绝了！你为什么不说话？他李小龙算什么东西？竟然敢拒绝我，他会后悔的。我要他永远后悔，他再也不会跨进好莱坞的门槛，不可能了。这个狂妄的中国小子，他太狂妄了，无知下流坯子。他居然敢拒绝我！老板也许后悔的不是李小龙，是我们自己。我们本来可以创作出一个全新的片种，可李小龙现在他不跟我们玩了。难道你就找不到一个替代李小龙的人吗？威廉先生，现在不可能找到第二个李小龙了。哼，自从我坐在这个办公室，还从来没有人敢拒绝我。这是他自毁前程，迟早会感到遗憾。你滚吧。等等，这个李小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你去把他找来。现在已经不可能了，威廉先生。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为什么？李小龙是一个有个性的男人，而你只不过是一个追求利益的商人。你永远不可能对他指手画脚，因为你根本不了解他。他不是个道具，他不是。嗨，嗨，琳达，沈
快就到了。是啊，我一接电话，没耽搁一分钟，马上就赶来了。小龙在等着您呢。好的，进吧。好好。快请吧。啊，谢谢。您现在身体这样，您慢着点儿。没事儿。Blues， 敏芝来了。嗨，敏芝。你好。来，我仔细看了你们的合同，上面的条款我基本上都同意。还有一件事，现在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先看剧本。剧本我带来了。好啊，要是剧本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马上和你们签约。小龙，实不相瞒，我刚刚跟我们许老板通过电话，他甚至说哪怕推迟半年，也一定要等你去主演本公司的开山之作。哦，唐山大兄是个什么样的故事？你大体跟我说一说。哦，这个唐山大兄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剧中的主人公叫郑朝安，他来自中国大陆，是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旅居泰国的华侨领袖。因为反抗当地黑恶势力压迫广大华侨劳工，他成为了当时的英雄，所以旅泰华侨尊称他为唐山大兄。啊，在泰国首都曼谷一座花园里还有他的铜像呢。好，像我这样在海外漂泊的人最能够理解我们这些华侨在海外生存的艰难，我完全能够体会主人公的情感。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说唐山大兄非我莫属。啊，那好，这合同我喜欢这样的故事，你们的这份合同我签了。小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真是太高兴了。如果你能跟我们公司合作，简直是我们嘉禾的荣幸啊。哦，谢谢。你身体不方便，你就别这么忙。哦，没关系，多活动对我有好处。小龙，要不等着你夫人生完了孩子再到香港去吧。不，签合同吧，我自己能照顾自己。小龙，你不用担心我。这是我们片子的女主角，这次要一起合作了，真是没想到。徐老板，啊，我在飞机上一直在看《唐山大兄》的剧，我敢说，一部世界上最伟大的动作片即将诞生了。好，我相信，有你的加码，咱们这个《唐山大兄》啊，一定会成功的。啊，好，走，请吧。小龙，请。请。徐老板，啊，这次小龙来香港可真不容易啊，不仅丢下了待产的妻子，而且还推掉了好莱坞的片约呢。哎呀，哎呀，真是太感谢李先生了。你看，我们嘉禾影业刚成立不久，船小浪大，风雨飘摇，李先生能放弃好莱坞的片约，还能割下有孕在身的妻子，来拯救我们这个小公司，实在是，哎呀，仗义之举啊！请用茶。文怀是感激不尽啊。说实话，听说你能答应回香港拍片，那么黄丽导演就带着剧组去泰国了。现在我们全体剧组啊，都在争分夺秒啊。谢谢。不说那么多客气话了。我听说今年香港的武侠片，在港台和东南亚地区有很好的票房，
我就想请两位帮我找几部今年票房最好的影片让我看看。没问题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安排去好吗？好好李先生，许老板，我说的是要看最好的影片，你怎么找来这些糟糕的片子让我看呢？不瞒你说，这些都是近几年香港最好的片子了。是啊，怪不得好莱坞对香港的电影不屑一顾。我想听听你的高见。我们今天看的这几部片子，几乎步步都是千篇一律的打来打去，正觉反觉，男觉女觉，南派北派，全都是一个打法，而且是见面就打，见人就杀，这可不是中国的武道精神。中国历史上的武侠大师如大刀王五、霍元甲、孙玉峰等等，他们哪一位是这样杀人如麻？片中所有的武侠只有武而没有一点侠的味道。功夫片表现的应该是功夫而不是残暴。不客气地说，我认为香港武侠的编剧、导演跟演员们对什么是武侠、什么是武道知之甚少，像这样乱打一通，演员表演过火，太虚假，怎么说呢，简直就像是小孩子过家家一个样子，这怎么能和好莱坞影片去竞争呢？是啊，敏智啊，把刚才李先生讲的这番精辟的话一定要传达给剧组的每一位主创人员。我知道了。哎呀，我们嘉禾要拍出第一流的功夫片就从现在开始了。哎，对了，导演他们不是已经去了泰国吗？我什么时候去啊？是这样的，泰国的外景地比较艰苦，我是想让李先生在香港多休息几天再走。是啊，我来香港可不是为了享受的，我想马上去外景地。好好好，敏智啊，马上订三张去泰国的飞机票。好的，我马上去办。好，还有许老板，我来香港不是仅仅赚点钱，也不是想拍出一部像刚才那种乱打一通的武侠片，我希望拍出不但故事情节好，而且还能让我们的观众有一种久久不能忘怀、值得回味的电影。这也正是我们嘉禾公司所追求的。好，为了达到这个艺术目标，我有一个听上去有点不近情理的附加条件。请说。我希望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我要有和导演一样的权利。那好，我们进去谈啊，进去谈。湘江越过了大洋，孤身一人只换了辛苦，你赤手空拳三朝武士，巨大的五洲震荡，四海翻腾，四海翻腾，四海翻腾。
始终感动。记住他的怪头，记住他的拳头，记住他的怪头，记住他的拳头，荧光棒的拳头，拳头。记住他的怪头，记住他的拳头，记住他的怪头，记住他的拳头，荧光棒的拳头。给小龙打电话吧。不，不能让他分心。阿克，你不要说话了。快点，快点，拿那个扳过来。这个小龙，快点，别请。啊，别客气。小龙啊，这是我们的拍摄现场。哦，黄导在那儿。哎呀，小龙啊，欢迎欢迎啊！我们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就等着你来开机了。啊，我不习惯人家拍我肩膀。黄导，我一路上在琢磨，剧本上有几处要修改的地方。来，走。来，小龙，请。谢谢。好，小龙啊，要不咱们先到宾馆休息休息，再开始工作。房间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准备给你接风。谢谢，我就和剧组一起住。好，现在要紧的是，我们得赶紧商量剧本的事情。到这边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哎呀，走吧，来呀，来。啊？什么？徐老板，我想跟全体人员谈一下剧本。哦，好，好，好。到底什么事儿？哎，最近吃药了吗？吃了。吃什么吃啊？嗯，哎呀，这是我从美国给你带来的，饭后吃，记得啊。嗯。哦，对了，还有事要跟你说呢。什么事啊？其实啊，也没什么大事儿。许老板希望你和小龙好好合作。这有什么？他李小龙是明星，我黄李。也是香港响当当的导演。知道你是响当当的导演，俗话说得好啊，一山不能容二虎，现在真是两只老虎弄到一起了。哎，李小龙毕竟是我从好莱坞挖来的客人，你什么事儿多担待一些，尽量尊重他好不好？千万不能让许老板为难，行吗？行了，我有数。好，走吧。诸位，我首先肯定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剧本，但是并不完美。诸位也许不清楚，谢谢啊。十多年前，我可是九龙街头上的一个出了名的混世魔王。你是不是又准备兜你的老底了？怎么，你别笑嘛。你应该了解我，我小时候就这么回事儿。后来我打了黑社会老大，惹了祸，而不得不远走美国。临走之前，我母亲最担心的就是我到了异国他乡还会打架滋事。我的妈妈就给了我一块玉，上面刻着一个忍字。每当我受到欺负想要出手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只要看到这块玉就不敢出手了。可是有两次我还是出了手。第一次是我亲眼目睹了几个美国白人要将一个黑人的的士司机推上电锯，我忍无可忍，出手痛打了那几个白人小混混。第二次是我在技校上学的时候，一个日本空手道高手居然公开辱骂我们是东亚病夫。后来
我把那位空手道高手打得服服帖帖的。可是这两次我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出手的。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你要把你个人的这个经历放到我们唐山大兄的剧情中去，是这个意思吧？对，是这个意思。影片的前半部分，唐山大兄的主人公郑朝安，他是一个饱受欺辱忍气吞声的角色。在他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给他一块佩玉，他就把它挂在了胸前，这块玉时时地提醒他绝不可以随便动。影片前半部分以忍作为铺垫，郑朝安一忍再忍，就在歹徒打碎了他胸前的那块佩玉的时候，主人公的情绪已经推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郑朝安破戒出手，影片也随之进入了高潮。郑朝安一个人迎战多名手持器械的歹徒，临危不惧，大获全胜，让全体华人感到扬眉吐气。是啊，说得好。是这样好。我觉得这样一改，感情丰富了，内容充实了，一定会非常精彩，会很好看的，是不是啊？可是剧组已经到了景地，现在改一定会耽误周期，损失太大了。就算要改，这编剧也不在，谁来改？这个李先生，不愧是好莱坞来的大明星啊。我的建议和好莱坞没关系。我最讨厌好莱坞。我的建议完全都是为了唐山大兄着想。既然这样，李先生，你看我们这剧组这么多人都到了外景地，如果剧本改动大了，恐怕这时间呢，周期啊，再说谁来改剧本啊？我来改。你可能吗？你把这个可能的可字去掉。卡。好， OK 了，准备下一场戏啊。导演啊，等一下啊，我觉得刚才那场戏应该重拍。为什么？因为演员的表演太虚假太过火，这样拍出来的片子和香港以前的片子没有什么两样。可是我觉得还行啊。好了好了，就这样吧，准备下一场打戏啊。徐老板，我要求在现场和导演一样的权利，这可是来这里之前你亲口答应我的。笑话。是演员跟导演有一样大的权利，那让导演怎么工作？孟怀，你真是这样答应的吗？哎呀，黄导啊，其实小龙的意思是，他在现场呢，有权向导演提出合理化建议，这都是为了拍好戏嘛。那你说刚才那场戏，他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挺好啊，他要重拍就重拍，胶片成本提高了，谁负责？其实小龙的意见啊也是对的。那么我们要拍一部香港前所未有的电影，多用点胶片也是值得的嘛。那你说啊，什么样的表演才叫做不过火的表演？哎，这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是导演。哼，我导演说话都不算话。哼，我算什么导演？哎呀，王导，你意气用事啊，你要顾全大局，快拍吧啊。演员，哎，来一下。刚才啊那段戏不行，你表演太过啊。什么叫不过火啊？小龙，要不你来示范一下。好啊。
我跟你说，这场戏是表现制冰厂厂长在谋杀了工友之后，想在其他工友面前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而你刚才一出场就把自己当成坏人来演，还挤眉弄眼的，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凶手，这怎么可以啊？你出场的时候就是要在工友的面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你的表演任务就是让工友们认为你什么都不知道，完全是无辜的。你确实不清楚这件事，明白了吧？啊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好，那就再演一遍。好，去吧。好。嗯啊，其实小龙说的和你的要求是一致的，你呀可是香港公认的大导演啊。去吧。导演已经准备好了，快去再拍一遍吧。接着拍。好了好了，各部门都注意啊，从头开始啊。Action！这次行。哎呀，黄爷，什么明星吵架，生什么气呀？来来来，我最讨厌的就是这一套。我可告诉你啊，你这是从哪儿请来的演员啊？这叫演员吗？这简直是请来个活祖宗。行了行了，我黄黎在香港码头少说也混了几十年了啊，论名气我也是个响当当家喻户晓的大导演。哎呀，知道了。李小龙竟然啊在现场对我指手画脚，我告诉你，如果他再在现场当众让我下不来台，我告诉你啊，你告诉我什么呀？我也要像郑朝安，我是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行了行了，哎，我告诉你啊，你已经唠叨一晚上了啊，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们不看僧面看佛面，许老板的面子我们总要顾及的。行了，要不是看在文华的面子上啊，要不是看在他是你的老同学的份上，我早就跟他翻脸了。明星又怎么样，他至少对导演有起码的尊重吧。啊，哎呀，你嚷嚷什么呀？哟，许老板来了。哎呀，尹志啊，什么许老板许老板的，你别这么叫我，大家都是好兄弟吗？你本来就是老板。哎，好了好了好了，你别跟我说什么兄弟兄弟，龙环，我跟你说啊，我对你有意见。好好好，兄弟对我有意见尽管说啊，不过你得先听我说一句，我跟你说啊，不不不，你先听我说，咱们也是合作这么长时间了，都是好朋友，是不是？从今天这件事情来看呢，我以前对你还了解不够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哎，今天现场这种事，要换哪个导演，那都得和李小龙当场吵起来不可啊，是啊。可是，像你呢，这么有名的大导演，啊，还能这个顾全大局，还能听得进人家的意见，这个雅量啊，我敢说在香港的演艺圈那找不着第二个。而且就凭你这样的雅量，我还敢说咱们的唐山大兄一定会大获成功。哎，黄黎，怎么样？黄黎，真的今天在片场我觉得你的表现真是太好了。对，是啊，真的啊。哎，你们两个在这儿糊弄我，我说的可是真话。给我灌迷魂汤的。哎呀，不是的，我确实啊是非常佩服兄弟的雅量，不过你这样的雅量还得继续发扬，只有这样我们才散不了班子，你说是不是？哎，你不是说对我有意见吗？好，你说，我洗耳恭听。
你看看你，啊，你干什么？你都说到这份儿了，我有什么意见可听？啊，我跟你说啊，咱们言归正传，啊，我可提醒你一句，你以后别再和稀泥，不要老瞎掺和。哎呀，兄弟啊，能忍就忍啊，有时候和稀泥呀，还挺管用的，啊。哎，王林，哎呀，吃药了。 哎呀，吃药了，快！哎呀，不吃了，赶快进屋泡茶去。哦，对对对，去老板进屋喝茶。哎呀，快点！这是兄弟还客气什么呢？不吃，走走走走。好，就这样啊，你们先练着。来来来，哎，小龙，啊，这场戏啊是表现正常案人吴可忍，终于出手的重头戏。正因为这场戏是重头戏，所以这场武戏啊，你最好能用中国的少林功夫，啊，啪啪。 为什么要用少林拳？不，我要用我的截拳道。明白。你是截拳道的创始人，可是我们这是在拍电影，这个电影啊，一定要有观赏性，就是为了这个观赏性，所以我希望你用少林拳。啊，截拳道可是不缺观赏性。好，好，你看啊，这仁泽是学泰拳的武士。 一开始一连几拳就这样，哐哐哐哐，他根本就没事儿，然后我的截拳道只要一出手，他不可能还站着。谁呀？话说的有点大了吧？你刚才说什么啊？只要你一出手，我就站不住。你说的，来吧。 你出出手，看我能不能站得住。你想试试吗？我很久没跟人练了，我让你领教一下什么叫泰拳。请，好，拍戏了。 各位，准备好了没有？大哥，大哥，怎么样？我的天！太神奇了，不可思议啊！ 许多年前，你跨过了湘江，越过了大洋，孤身一人只换了辛苦。你赤手空拳，三招武士，巨大的五洲震荡，四海翻腾，四海翻腾，四海翻腾。 干什么呢？什么人呢？穿帮了吗？你污蔑太君。
我想见识一下你的功夫。不不不，拳王的心爱之物不敢夺爱啊。